位在中正区汀州路三段160巷，前面镜头看到的方向是往自来水园区公馆捷运的方向，步行大概200多公尺。现在看到的建筑的外观是建军新城的 D 区，建军新城是这边十几年屋龄的军宅，大部分的 ABC 区呢集中在汀州路三段60巷台大 BOT 太子学社那个区块，唯独 D 区呢是独立一个区块。这个社区的特色是它配一户一车位跟一个机车车位。另外可以看到社区的正前方有一个洛德城堡的健身中心，里面有游泳池、健身房。另外前面这一大块在盖的 BOT 的案子是未来会规划成一个自来水园区跟商场的一个综合型的设施，大型的 shopping mall。预计大概104年完工。